这边带大家到景山公园来俯瞰一下故宫吧。景山公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景山前街，坐落在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上，西临北海，乃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，是明清两代的御苑。公园中心的景山为堆土而成，曾是全城的制高点。今天的阳光特别灿烂，这个拍摄没有加一点滤镜，真实漂亮的不太真实。景山公园1928年建园，全园总面积23公顷，其中花卉草坪占地1100平方米。该公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。这边有一个摄影师在这边取景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景致吧，很漂亮。阳光铺满大地，整个公园显得安静又祥和。花草丛中伫立着几只假鹿模型，恍惚间感觉它们动了起来。那边还有几只鹤。感受一下阳光下的景山公园吧。我们现在往上爬。这边有一个休息处，好像有人在唱曲。接着往上走吧。这边是上山的，我们往这边走，很适合家长带着小孩来散步。现在太阳有点热，哎，有一只蝴蝶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什么树呀？前面的是周赏亭，东侧的第一座亭，孔雀蓝琉璃筒瓦顶，紫金色琉璃瓦剪边，重檐圆攒尖顶。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，接着往上走。前面即将到达的是关庙亭，东侧的第二座亭，翡翠绿琉璃筒瓦顶，黄琉璃筒瓦剪边，重檐八角攒尖石。这边已经可以看到故宫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接着往上爬。前面即将看到的是万春亭，它位于景山的中峰，中峰的相对高度为 45.7 米，是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最高和最佳的观景点。来这里给大家拍一下，景观非常的美啊，俯瞰故宫的最佳视角就在这里了。这一次巨大失误啊，没有提前订票，只能在景山这边俯瞰一下啦。现在我们开始往下走了，前面的是机方亭，是西侧的第二座亭，翡翠绿琉璃筒瓦顶，黄琉璃筒瓦剪边，重檐八角攒尖石。这边的视角也很开阔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前面是富兰亭，西侧的第一座亭，
这边围起来了，没法进去啊。给大家远远的拍一下。好啦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啦，期待你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